我叫麦克，正和杰西驾车前往堵桥岗位，却并不知道一场恶难已悄然来临。这里怎么会停着一辆摩托？撞车了！我暗呼不妙，此地诡异干净。果真，我们遭遇袭杀。我迅速反击，然而杰西却突然倒地，被打下车来，而我已然空虚，难道要落地成盒？我迅速吞下一瓶止痛药，虽知道艰难却要殊死一搏，这是吃鸡游戏的本质，不到最后一刻绝不放弃。杰西把仅有的一个大包丢给了我，而对方正在疯狂攻击我们的载具，绝了我们逃生的后路。在这一刻，我俩都感受到了那股发自心底的绝望，怕是要凶多吉少。但是我还想再搏一搏，却在准备抱大伤口之时，心中莫名的一慌。果真，我的直觉再次救了我。如若不然，此时我俩都将是盒子。重新恢复了过来，我时间无多，杰西还在等着我拯救。对方自以为彻底吃定了我，但他们却并不知道，我今天脑袋一热，带了102发爆点剑。不能再耽搁下去了，杰西就快撑不住了。现在我们应该是安全的，因为他们也要救援队友。救援完毕，我让杰西迅速后撤，以免被人团灭。到的心情郁闷，不让我买阿凡达。杰西放心，一切有我。搞定了，我们终于死里逃生，在这一刻心里别提有多么的快乐。而且现在啥都有了，我很庆幸今天带了猎弓，本来想挑战用猎弓堵桥，却没想到用在了这里。刚开始舔包，那俩也适时来到，一点都没耽搁，尽显浓厚的战友之情，让我打心底里乐乐乎乎的感动不已。但至此我们四人小队聚合，拥有了完整的实力。我们肆意地穿梭在整个战场之中，追逐着一切可追逐的东西，就比如前面这辆红色小车，就深深地吸引了我们的八只眼睛。都是我的，是不是有些欺负人了？就这样，我们四人团结一心，再次艰难地赢得了一场遭遇之战。随后我们驾车来到海边，义无反顾地冲进大海，冲到了一条杂牌快艇上面，去继续完成我用猎弓堵桥的伟大挑战。然而事情并没有按照我的剧本发展，这个圈刷得有些诡异，显然继续堵桥有点浪费时间，不如快点进圈去抢占有利位置。但显然有队伍和我们一样的想法，还有88支爆炸箭的我也是意气风发，悍然追了上去。不好，对方强悍，小心被打下车来。紧接着三导也一个踉跄，原地休整。这次车战打到现在，显然是我们输了。我心中悲痛，久久不愿接受现实。我还有88支利剑，前方有危险，血汗。终于赢了，
连续撒出30支箭，我成功团灭这支四人小队，而趁此机会，队友们纷纷重新做人，现场一片开心的氛围，舔包大军狂奔过去，心里美美。不过敌人虽肥，却并没有让我可补充的物资，我们四人小队弃车步行向着新的安全区内前行。前方有危险，用膝盖想也知道，军事基地的防区必定有人，而我们目前唯一能做的就是潜伏在这飞机废墟之内，静待下一个圈的走下。好嚣张的车辆，唉，还是晚了一步，没有将其拿下。时间1分1秒的过去了，剩余敌人纷纷汇聚在此，各施手段为了前途而战，只是这是我的心中有些隐隐的担忧，我的箭不太多了。热闹了，有队伍从天而降，即将和刚才那支小队合阵。仔细听，有戏，看起来是一场好戏呢。与此同时，右前方人影闪动，有人蠢蠢欲动，我们四人心齐，就是一轮乱轰，打到他们哭爹喊娘，不敢冒头。在这种祥和的战斗氛围之下，各支队伍之间的交流也愈发密集，同时凭借人美人帅，新的安全区选择了我们这边，令人心情激荡不已。同时心情同样激荡的还有一辆豪车小队，在这即将短兵相接的战场，他们却突兀的在这战场中央秀起了车技，现场氛围更加热烈，逐渐推向新的高潮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每次都是由我来灭队，怪不好意思的，王牌局十杀呀，怪不容易的。瞧对面的没抢到，显然不乐意了，这似乎是一个4v3的大好局面，不出意外我们赢定了。只是很可惜我今天没有带狙，否则此时保管一枪一个拿下这扳机。其实我的三个队友人人有狙，他们仨肆意的破撒子弹，枪枪避过敌人要害，尽显一派和谐的吃鸡氛围。对方似乎有些蔑视我们这边的军，站得肆无忌惮，我无奈叹息，心中隐隐掠过一丝的不安。但好消息是我们距离新圈贼近，而对方需要跑毒，所以我们占尽了天时地利，只要人也尽量和，拿下胜利不成问题。对方风浅浓烟，即将展开亡命攻击，我却只有35支利箭了，每一只都弥足珍贵，吓得不太敢攻击。但看对方站得这么笔直，我真恨我的此时手中有杆狙。有人正在跑向载具后面，一到关键时刻，我不得珍惜吝啬，努力地射出一只又一只，这是他们最后的疯狂。而我方三名队友已知预定地点，藏好了身形，只待最后吃鸡。这次敌人异常狡猾，竟然这么快就脱离我的攻击范围。但眼看毒圈就要刷新，我心中平静如水，如无意外，这只是他们最后的挣扎。瞧，已经4v2了，我们终于提前锁定了胜局，又像是一盘索兰无味鸡。哎，糟糕，只管射得痛快射没了，但没有关系，开始迎接我的12杀吃鸡。什么？我三刀怎么偏偏倒在这个时候？怎么回事？怎么小切倒了？我选择丢出烟雾掩护，反转来得太突然，我还一时没有反应过来，但现在已经没有时间救援他们，反击完美。此时此刻只剩最后一个，而我们还有两人，必定锁定胜局。小心了，最后一个冲过来，速毙！不好，燃烧瓶！再次避开敌人的零碎，最后的决战就在此时。稳住，别打！完了，天哪！我们明明已经占据了这么大的优势，为什么最终却成了这种局面？我恨哪！唉，成也列功，败也列功。如果我在决赛圈拿的是一把单发狙，早已12杀完成吃鸡。我是麦克，今天就这样吧。